诗篇第101篇，一载，我要唱慈爱甲公平的歌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唱娱乐的歌，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道路。你要什么事到我这来呢？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内，邪僻的事我拢唔摆伫我目睭前，背逆的人所做的事，我真万分，唔予伊念着我。四节，弯曲的心思，我的确远离一切歹人，我唔捌伊。伫暗中诽谤伊的厝边的，我要将伊灭绝。目睭苦大的，心骄傲的人，我无容允伊。六节，我目睭要看国内诚实的人，予因甲我做伙住，行为完全的，伊要伺候我。行诡诈的人，袂得通住伫我的家内；讲白贼话的人，袂得通徛起伫我的目睭前。我逐早起要灭绝国内所有的歹人，通将一切做歹的人对耶和华的声监督。